水一，拉水二，三，抬起来，三。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龙舟内选手手握划桨，趁着好天气练习，掩不住内心紧张。水上划龙舟练团体默契，为了彰化鹿港国际龙舟锦标赛提前做准备。受疫情影响，近年来停办或缩小规模，今年是暌违三年后盛大回归，分成八个赛组，98队参赛。其实是团队哈，整体这种比赛不是个人。个人英雄是团队都要一起上。端午节脚步近了，鹿港小镇一间百年商铺，第七代接班人和妻子双手停不下来，赶工做纸箱包，把天然的中药香料包起来，再盖上印章，装入夹链袋，飘出淡淡熏香味。一次可能要包个1万多至2万，这样分享出去。像今年人手比较少，就是限量首取。纸箱包免费送已经延续24年，全台都有人来索取，共送出30万个。商铺老板说，纸箱包出自父亲点子，虽然父亲已高寿过世，但这份精神他不会忘，会把最具有人情味的箱包继续传承下去。三立新闻许淑伟彰化报道。